那我们先从第二页的间奏第一个开始说，就是说我们要先右边一点，然后我们刷三个闷音，一、二、三。第四下的时候，因为你刚好盖，其实我为什么要说右边一点？因为你刚好无名指也可以先稍微偷偷摸第六条，你待会直接就可以下来了。然后下来之后呢，马上按 A sus two， 然后恰恰恰啦啦恰，停一拍的时间点，让你想下一个。这是 A M G 第一条空弦哦，然后就是恰恰恰上上下。好，这边有一个 F， 我们来按住它之后，上面消音拍弦，拍拉等一下，然后再恰拉，再等一下，食指按正，然后按一个 G， 就是 G sus four， 恰恰拉恰拉恰。好，下一行 A sus two 两下闷音，闷的时候放好，让你的手放移动哦 ，A M C 声消音。半拍恰一下，半拍按一个 D， 再往上拉，拉完再等半拍，然后食指推后一和弦恰上 B sus four 的时候呢，这个就是当初我们学过的 B 咪丢掉中指，然后食指可以消个音第六弦，一样的刷法上下下上，然后这是食指呢往下移一点，中指第六弦第三个就是 A M G。到尾奏最后的时候呢，这边上面就是都一样哦。我们尾奏最后四下是 D 一 D on F 声跟 E on B， D 和弦就是消音六五都没声音，四三二一，一和弦的时候第六弦要有，还有 D on F 声第六弦反而是有声音的，一和弦 on B 第六条消音，从第五条开始。然后把它整个连起来，我就没有讲哦，它弹起来是像这样子。